我们在飞，飞恣意的飞，飞自由的飞，飞从不后悔。别人家的孩子都当上了爸爸，这开场白显得压力好大。欢迎进入君小宝独家冠名的金牌喜剧班剧场。怀念呐，毕业前最后一次登台，我敢说这是咱们学校有史以来最好的表演。嗯，华西京大的艺术天花板。但其实那天我状态也不是太好，有点感冒了，但照样炸裂全场。是，我证明，那台下当时都疯了。那你说这能算是我音乐上的巅峰之作吗？必须算啊。不算，这只能说是当时的巅峰之作。嗯，现在来看呢，只能说是一般，太一般了。确实一般，毫无亮点，简直就是垃圾。呸！你怎么还没找到驻唱的地儿啊？歌手太多了，狼多肉少，要不就招有经验的，要不然不招人。你这不是挺有经验的吗？我这是经验，嗯，确实一般，毫无亮点，简直就是垃圾。呸！你怎么还记仇呢？明伟，对啊，还记不记得当初四维在迎新晚会的表演？我记得，但我没在。啊，那天他没去。他不失恋了吗？操场上裸奔来着。后来咱们不是演完了去那个保卫处接的他吗？没裸奔。嗯，我那天就光着膀子，没光着屁股。差不多。哎，咱们是不是应该关注一下民宿的经营状况？嗯，现在形势有点严峻呢。严峻？你那说法客观吗？爸，够客观了，到现在一个客观都没有，这还不客观吗？我喜欢这个谐音梗。你滚！心大无脑的玩意儿。放心，今天肯定有客人来，我说话灵着呢，我有灵力。连智力都没有还有灵力？我说真的，今天要是有客人来，你给我洗袜子。要没有你给我洗。喂，手机我看一眼。你看看，没订单，没点评，没关注，比坟地都安静。嗯，周明伟，有人给你家上坟了。周明伟，你又给我洗袜子了，我看看，真有人下单了。嗯，开张了，开张了。哎呀，这是我老周家祖坟冒青烟了。来个客人给你家祖坟还点？行，都别吃了，别吃了。哎，我没吃完呢，下人就没了，你就别吃了，别吃了，摆好。你这是收拾了，收拾了。哎，葛菲菲，你得来上班啊！今天有客人要入住。什么？请假了？谁给你批的假？思维？那好使。啊，行，就这样吧。这样的员工，就得跟徐冉一块拆了。您好，是新驿站是吧？是。我订了房间。严女士是吧？啊，就等你呢。您是？我是新驿站的老板。把房间退了吧，我不要了。别，哪儿您就不满意啊？你们介绍上写了，老板是个帅哥，你这不欺骗顾客吗？我不帅吗？你敢这么反问？就证明你们家是个黑店。妹妹，咱是来住店的，也不是来相亲的呀。话是这么说没错了，但是哪个女儿出来旅游不是为了看看远方的帅哥啊？看个羊驼还用跑这么远吗？哟，那妹妹你别走，我实话跟你说，我们有三个老板，那两个还挺帅。有多帅？比我帅。
也不具备参考价值。明伟，你给我洗袜子，说话算数吧？给，洗去吧。大哥，你是蜈蚣啊？这攒多长时间这么多？说话不算数可不行啊！没心思跟你较劲，这是我客人，拿臭袜子，你恶心不恶心？有客人不也是我的功劳吗？你感受到我的灵力了？有本事你再用灵力招来人。来客人，来客人，上那边坐会儿去。对不起啊，别吓着你。没事，起码他看着比你顺溜。这就别外貌协会了。啊，这么着吧，你算我们的幸运顾客，我们免费给你升级房间，啊，再给你打个折，算是对我颜值上的补偿。那要这么算的话，应该是我住店，你给我钱，差不多就行了。我长得没那么大优惠。行，办好了，楼上202。啊，谢谢。啊，这边上楼。啊。啊，对了，我们有民宿餐，愿意的话可以感受一下家的味道。嗯。来客人，来客人，别捣乱了。我在招揽新顾客。幼稚。你别管我幼稚不幼稚，我要是招来了，你给我洗袜子。你要招来了，我把你的袜子都吃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想找个地方住。你先吃哪个？纯棉的吧，好消化。哎呀，又看迎新视频呢。美好的回忆。行了，回忆够充足了。你说一起开个民宿，你还非把住的地儿弄得跟大学寝室似的。你知道吗？有多少人毕业之后都怀念当初住过那张学生铺，多少人都没机会了呢？那也不用把大伯照片摆这儿，人应该还没死，弄个遗像算怎么回事？还给上盆蚊香。咱们寝室本来就是四个人，觉得少了大伯啊，差点意思。无论他死活，灵魂与我们同在。那还无论死活干嘛？那不就是死了？哎，别碰我琴。哦，你今天应聘的怎么样？别给我提应聘了啊，没见过那么多歌手。多少人？排队领鸡蛋的你见过？比那人都多。比那鸡蛋都多。郭明伟。嗯。你说，我为什么不直接开个酒吧呢？嗯。看看迎新视频，美好的回忆。看看，看个屁呀！吓死我了。桂珍阿姨要来给咱们道个谢。谁是桂珍阿姨呢？桂珍阿姨就是那个今天来一个阿姨，农村过来的，出来打工没地方住，就留下了。哦，阿姨，您进来呀，别在门口站着。哎，请进，请进。哎呦，哎呀，阿姨您好。哎，阿姨好。那啥，本来我寻思就在这附近吧，找一家便宜点的旅店就得了，没想到，你说你们这儿这么好，那肯定也便宜不了。我在这住也怪不合适的，不过你们放心啊，等阿姨找着工作了，付完房钱我就走人。没事，阿姨，放心住啊，我们开民宿不是为了挣钱。嗯，那是你，我确实是为挣钱，但是阿姨您放心，我们不挣您的钱。来，阿姨你坐、啊，阿姨这坐坐。你看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了。正谢。你看你们仨人这么好，长得还都这么帅呢。哈哈哈下蛋呢，阿姨就是客气。也真不是客气，确实帅，就你稍微差点。你看你们仨长得多帅呀，尤其这个，死帅死帅的。我还没干过照片呢。别别，阿姨也没啥好拿的，这是点特产，就给你们放这儿。哎，阿姨不用，不是不用，阿姨给我们拿东西干嘛呀？别跟我客气啊，走了走了。谢谢阿姨，阿姨再见，阿姨再见。我要看看是什么。这个是，你把那个罐子跟大伯照片你分开放啊。
哦，你先别分开，我先照一张，挺好看。哎，刘伟，啊，咱民宿好像有个差评啊。什么？我看看，准是那丫头片子。丫头片子谁？你住的那个小姑娘。啊？差评。房间收拾的不到位。怎么不到位？我收拾的多干净。肯定是没收拾干净。我收拾能收拾不干净吗？那又上一条，差评。这家店有民宿餐，狗吃了都恶心。晚饭谁做的？我做的。你怎么能让他做饭呢？对呀，你怎么能让我做饭呢？那洛菲菲你给放假了，你又出去应聘去了，那我们俩总得分工把活干了。那你也不能让他做饭呢。大三那年他做饭，八个人吃，六个食物中毒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中毒了，我不知道。谁呀？您休息了吗？干嘛呀？能进来跟您谈点事？不能。差评！你们店半夜骚扰年轻女孩，猥琐至极。姐妹们，高能预警，老板根本就不是帅哥，就是个羊驼。你俩出来干嘛？阿姨土都斩碎了，赶紧收拾了。你俩真是甩手大爷呀、啊！这臭豆腐的事儿多长时间能散了？习惯了，你说呢？哎，哎呦我！这屋谁也住谁住？桂珍阿姨，这臭豆腐，这臭豆腐界都是翘楚啊！谁打碎的？大伯，你别废话。四位，嗯，那都没地方睡了，你还有心玩手机呢？我查查附近酒店。民宿我不要了，不至于不至于，我坚持坚持，一会儿我收拾。啊，民宿怎么有条差评啊？嗯，那不人撤了吗？哎，又冒上了一条。老板是个羊驼，我怎么成羊驼了？羊驼说的是我，那挺形象。瞪我干嘛？我去找他说一下。嗯，赶紧让他把他收拾了，太臭了，快收拾了啊！喂，又谁呀、啊？新一站老板。多烦呀！你好，我能跟您说点事儿吗？能，进来说。啊，好。我叫思维，请问您怎么称呼？我叫严晓彤。啊，那个羊驼到底谁是老板？啊，我是老板。啊，你今天来的时候我没在，有照顾不周的话请见谅啊。啊，当然了，你对我们的评价就是对我们的鞭策，我们会改正的。你看能不能先把那个差评删一下，给我们个机会。好说，现在就删。我是比那羊驼好使啊。其实啊，我特别喜欢你们这个地方，真的。风景也好，环境也好，就连空气都是甜的。你们养猪了？没有。这个味道值一个差评吗？拿来我写。老秦，我去处理一下。快点，快点，快去！对，嗯，羊驼下去了，猪圈上来了，差评准数没变。撤一个行了啊，猪圈那条我写的，就那条恶毒。
慧根阿姨帮着收拾，她也没撤差评了。思维，吃苹果吗？给你洗一个。吃，洗俩。我也吃。杨晓彤人呢？他出去玩了，他说回来吃饭。知道饭难吃还回来吃？他别是碰瓷儿的吧？你那个掉了。你那个掉了。得想办法让他把差评撤了呀！哎，回来啦！回来了，商量个事儿，能不能撤了差评，换个五星好评啊，亲？要脸吗？没事儿的。本姑娘做事一向铁面无私，服务要上不去，差评就下不来。我一会儿要品尝一下改进后的民宿餐哦，亲。也不说句话，您说的对呀，你服务上不去，凭什么先撤差评啊？坏了，那屋忘收拾了。这么低级的错误，怎么能忘收拾屋呢？你光对付臭豆腐了吗？怎么给你差评？我，哎，那就跟这店跟你没关系似的。怎么了？写评价呢？啊！别写了。这店真奇怪，好评都不让给。确实不让给。啊！收拾的不错，就连被子都晒过了。我特别喜欢那股阳光的味道。开饭喽！该开饭，四位。谢谢。房间你收拾了？没有，桂珍阿姨收拾了，她还把客栈打扫一遍。不是桂珍阿姨做的？桂珍阿姨做了仨，这个我做的。先吃这个。对对。桂枝阿姨跟徐冉好像一个级别。妈妈的味道。这是夸呢还是骂街呢？我跟家里吵架了，所以一个人跑出来旅行。吃这个菜，我想家了。跟我妈做的一个味儿。我想哭。没事没事，你吃口我这个你就能哭出来了。我烦。也不知道我这菜呀做的合不合胃口，我净瞎做。姑娘，咋样，吃着顺口不？好吃。好吃啊。那楼上的客房住的满意不？满意。满意就好。那姑娘，大姨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嗯。你能不能把那个差评给删喽？哎，就是这几个小孩都可好了，咱别给人找麻烦，好不好？嗯，现在就删。哎呦，桂珍，我真是太谢谢你了，哎，我给。哎呀呀呀呀！别，现在都不行，磕头这老理儿，快坐。快坐去啊！行。其实要说感谢，应该大姨谢你们，在我最难的时候，你们几个出手相助，日后大姨肯定回报。嗯。那个，做完这顿饭我就走了。找工作去。那行，那咱敬桂珍阿姨一杯。啊，好，阿姨送行了。送什么行啊？这么好的阿姨，你们应该留下。对呀，阿姨，您不是找工作呢吗？我们过年。啊，这不合适吧？没什么不合适的，我们现在啊，就缺您这样的人才呢。这小伙不说憋着裁人家吗？你憋着裁人呢？我憋回去。哎。阿姨，金驿站，欢迎您。啊，欢迎，来，干杯！欢迎阿姨，看看我这工作都敢从天上掉下来的了。好，来，谢谢。
哦，来，快吃饭吧，快吃饭吧，坐那边。好，阿姨您坐这。哎，对了。有一件事我一直没好意思问，听你们楼上的房间咋都弄成那样事儿的呢？阿姨，我们是大学同学，那是按照我们宿舍的样子装修的。哦，你们哪个学校的呀？华西京大。真的？我也华西京大的，我一六级的。你一六级入学的？啊？那你记不记得你们那个迎新晚会啊？记得呀。有一个学长在台上唱了四首劲歌，我知道。哎呦，就是当时我们班坐最后一排，怎么也没看清那学长长什么样。那个学长啊，你也觉得特傻是吧？站台上喊跟驴叫似的，自己还特嗨。后来我们都给那个学长起个外号，你知道叫什么？叫野驴学长。野驴学长谁起的？你们怎么突然提起来这事儿了？你们认识他呀？不认识，我也不认识。我更不认识了。我喜欢这里，因为这里善良有爱，在这里让青春和时光好好的握个手，心一展，好评。小镇里满着人，环境也好，空气也好，就连空气，对不起，也是甜的。就这样，每天每天。哎，慢点。看我干嘛？你太霸道了。别，太霸。就在这每天每天熟悉陌生的笑脸，将月亮挂在夜空间。等我呢。银河系着耳朵在天边一线，群山围绕在你我的身边。我以为他出来玩了。就这样，每天每天吓我一跳。跪下阿姨了，给你。一起幸福，一起哭，一起泡面，只要笑容在你我的身边。就在这每天每天，熟悉陌生的笑脸，像月光挂在夜空间。我的词儿吗？我的词儿，你俩把门锁了。我一会儿要品尝一下这里的美酒。从哪儿见？行，那咱们敬桂枝阿姨一杯吧，就当给桂枝阿姨送行了。我差好几点钱呢。差一点。抱歉。来吧，我那也不好。